你是？啊，一静你好，我叫小程，是新来的弟子，大师姐和二师姐带我来的，他们说现在只有你的房舍有空床位，所以让我安顿于此。啊，小程你好，我一个人住了许久，也终于有个新伙伴了，欢迎欢迎。嗯，小程用晚饭了吗？哦，用过了，多谢师姐。 小程，你会武功吗？可学过几本功？哦，百花门的功夫倒是学过一点。啊，击中！哎呀，我的腰啊！不错，小程，我一时没留手，没伤到你吧？哎呀，疼死我了！对不起啊，不碍事，师姐果然好功夫啊。 我爱好练武，平日就想着怎么提升来着，让师妹见笑了。只可惜了一张好床，我把这木板拼拼打地铺吧。不用，师妹与我一起睡便是了。啊，你我身高相仿，我那床挤挤，睡得下的。走，啊，一起啊？是啊，师妹不愿意吗？不是，只是你看小妹一身尘土。 怕师姐不方便。哦，师妹今日舟车劳顿，一定是想清洗一番，对吧？走，我带你去后山，那里有一汪小泉，我平日都是在那儿沐浴的。不用了，不用了。师姐，我困了，先睡了啊。